咋的了？小区的井盖没盖好，掉进去了。嗯，跟小区的小朋友一起玩百变大咖秀呢。嗯，让业主给削了。没事啊，领导，是不是感觉特别委屈？不委屈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就是领导，这水平老高了呀！憋屈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坐着快坐着。怎么了，田经理？出什么事了？刚哥啊，五单元顶层不是新搬来个住户吗？啊，私自在楼上盖个菜园子，还养鸡。这也太不像话了！我寻思上去把这菜园子给拆了啊，结果还没等把菜园子拆了，他先把我给拆了。没事啊，我去看看去。喂，刚哥啊，你说我这正的经理去了都这样，你的副的去了，再把你给炖了，怎么的？他还是个厨师啊！谁呀？谁家炒菜？刚哥啊。就是他拆的，我现在有点紧张啊。别害怕，没事，咱们是正义的，怕啥呀？理直气壮一些。干什么呀？不是你贵姓啊？汪汪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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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汪汪汪，是吧？怎么？你们谁的这物件经理？我是副的。你是副的呀？啊。你富的跟掺和什么呀？哎，我富的，你富的，你有说话权利吗？不是我富的，怎么？你富的，你还好意思活着？哎，你富的，你一边站着！哎，站着！刚哥，刚哥什么刚哥？你说你一个正的老跟富的掺和什么玩意儿？凭什么拆我家菜地？你家菜地违建了？怎么违建了？哪儿写的违建了？哎，我说这位业主。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我怎么厉害了？我就这么厉害怎么的？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王旺旺啊？锅碗瓢勺煎烤烹炸，刮过鱼鳞烤个腰子，我跟你说我这个会功夫知道不？妈的，你会功夫？我跟你说咱这里边我们田经理才真正会功夫的，人家是深藏不露。再说了，我们有规定不能跟业主发生冲突。他有功夫？那当然了，你瞅长这样啊，跟电线杆似的，风一吹都得飘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有功夫啊？你那功夫在哪儿呢？你怎么照这样呢？谁给你塑造的啊？啊，你露功夫我看看，给哪儿？这这，副的你过来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找正的吗？别别别，人家正的一天工作多忙啊，我找他干啥呀？刚哥啊，我回去换身衣服。咋的了？裤子开了。好汉慢走。来，你过来，咱俩聊聊。来，怎么的？你找我聊更简单了。你是违建，必须得拆。来，你给我拆试试。哎，来，你快快快回来回来，干啥呀？你真拆啊？你不是让我拆吗？你没挨过削是吧？没挨过削。你信不信我削你？我不信。你信不信？不信。你哎，你也练过呀？练过啊。不是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蛋黄派。你这个门有点偏呐。